17号179.5，就是179万5千元。还有人要再比这个价钱高一点的吗？116号180，180万。没有人再加一点吗？那一样哦，是116号180万，第一次116号180万，第二次我们恭喜116号180万，第三次我们恭喜116号以180万成交。这一次的拍卖物件就是比较昂贵，那总共有那个12块的1公斤的金块，还有14块5台2的金块，那另外还有2只这个劳力士的手表。那我们今天的拍卖物件总市价超过2500万，这么庞大的这个黄金，那金额也是，这个我们受地检署嘱托以来最高的一次。目前各分署都有在受理这个地检署嘱托去拍、去变卖这些物件，这样子。对，这是新竹分署有史以来最高价、最多黄金的一次。